一分钟一块大肉。有点烫啊。拉丝大肠，今天吃一个象拔蚌，哎呦我去，这个啊，把这个给它剪了啊，这个是不能吃的，这一个是它的大补的一个东西啊，这是大补的一个东西，这个不可以吃，然后这个啊就可以做生呛吃啊，这可以生呛，然后蘸上一点这个芥末，准备好的小芥末，蘸上芥末啊，这是已经清理好的，特别干净，先用热水烫，烫完了以后又用的那个凉水给它冷缩了一下啊，来上一口尝一尝，鲜，这一个小袋袋，待会儿给它做汤补一补。双击，快！一分钟油面包。
太烫了都。椒汁大对虾，猪皮卷，来一个。快视频只推荐给肚子很饿的人。快鸟叔的快乐生活。炸鸡吃到爽是什么体验？